รายการต่อไปนี้เป็นรายการทั่วไปสามารถรับชมได้ทุกวัย所以现在就来吃台湾的蛋饼。好久没吃到这种口味。Hello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犹太人克里斯 ，Have a good time。今天呢，因为太想念台湾的食物了。其实因为我在泰国呢，每一天都在吃 Seven Eleven 的热压吐司，还有 Seven Eleven 的咖啡。就我怀念台湾的早餐店啊、哦，超怀念的，漫威登啊、美而美啊之类的都很怀念。所以呢，就是朋友一听到我这个心愿呢，就开车带我来到这个在泰国呢台式的一个餐厅，那里面有卖一些台湾的早餐啊，还有牛排啊。就是因为老板是台湾人，所以呢，就是想说手法应该是蛮台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这家店呢叫做 Huck Ice Cream。然后现在疫情还是很严重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分开坐，一个人要只能坐一个桌子。是他的菜单，有台式的早餐，哦、好怀念哦，每一个。还有中文跟泰文，然后翻过来呢，就是夜市的，像夜市的牛排。然后呢，他这边还有卖冰，卖冰淇淋啊、水果啊之类的，还有松饼。我原本想要点那个台湾的奶茶，可是他这边没有，所以就点了泰奶。老板说，就是这个店呢，原本是卖冰的，后来因为什么时事所逼哦，所以呢，就是多加了很多台湾食物的元素，比如说鸡排啊，还有夜市的牛排啊，还有蛋饼、汉堡之类的，还有好像还有娃娃米索这样，我刚刚有看到。我点的来了，我现在吃的是培根 cheese 蛋饼，有没有很普通？可是我就是很想念这个，然后老板说酱油膏都涂在里面了，所以不用再蘸酱。所以现在就来吃台湾的蛋饼。好久没吃到这种口味。然后呢，我刚刚从我朋友这边拿了葱花蛋饼。这个是鸡排，哇，真的是那个夜市的味道啊，一模一样，令人怀念。看，还有铁板面，还有蛋，哦，这个在泰国真的很难吃到。这个就是老板，嘿，大家好，老板是台湾人对不对？对对，我是台湾人。哎，你这边开多久啊？我们开2008年到现在，哇，那蛮久的，对，十几年，12年多了。哦，一开始是卖冰的，对。对对，我们冰卖了11年、12年。那后来为什么要转型？因为泰国政府不让我们在这边，就是里面禁止客人坐，就是去年的3月，就是不准内用。但是我们冰品没有办法，很难外送，外送。然后我们从冰品变成是复合式的餐厅这样。那我们冰品以外变了100多种的餐点饮品出来这样。哦，是这样。那你们的那个顾客啊，还是以华人为主对不对？热食哈，目前是我们华人比较多了，然后冰品还是泰国本地 local 的比较多。哦。然后现在就是之前还可以入内用餐，后来解禁了嘛，可以入内用餐。很多人吃冰吃到都问，哎，是不是老板换人了这样子？哦，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老板是谋，哎，这个寻找新的出路就对了。好，对对对对。所以呢，想要吃台湾的食物啊，或者是来要想要吃冰的话呢，就一定要来这一家。谢谢，乔克，对不对？哈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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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用我的名字啊，我比较自恋，哈克。哦 ，Huck Ice Cream 就是我们店名。好，叫哈克 Ice Cream 这样子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冰品，这就是我们最多，我们刚开始卖了12年的东西，他知道这个没办法卖，我们才卖一些
牛肉面啊，台湾的夜市牛排啊，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啦，三明治、汉堡，连饭团也有，然后这个油饭也有哦，然后现在外面还有卖咸酥鸡的，就是几乎来到我们这边是有点像哎。台湾的一些小吃你可以来我们这边，大部分啊不敢说全部了，就是有一些比较主要的可以来我们这边吃得到，这样那可以很丰富哎，谢谢谢谢，好好好好，那我等下来，好的谢谢谢谢谢谢，老板大方就是请我吃的，这个是我们的牛奶，牛奶雪花冰哦，牛奶红豆雪花冰，哎蛮好吃的，对啊，蛮好吃的，对啊，就是你吃到下面没有淋炼乳的地方，那个才叫做真功夫啊，试试看就知道了，有些人是因为上面的淋酱，我们觉得上面有淋到酱的比较好吃，那我们上面是泰国人，因为都煮蚂蚁的，所以他们都很喜欢吃甜的，对对，蛮扎实的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你单纯挖我们的那个牛奶，你就觉得很浓郁的口感，是不因为这一盘不用钱，了解吗？对，这是绿茶口味的雪花冰，然后呢，这个绿茶呢是原料是来自于台湾，搭配我今天的衣服，它味道呢很像果茶，我觉得，然后呢没有到很甜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好，老板还请我吃自制的牛舌饼。我面很色哎，然后自己做的，还不错啊。这是脆脆的口感，好吃哎，很有才，什么都会。哎呀，平时不必啊。然后呢，这是老板做的食物。哦，我们这边有嘉义名产方块酥，然后这边金门名产贡糖。这是桃酥，这是手工饼干，有巧克力口味跟原味，哦，很丰富哦。然后这是那我们自己做的刚刚出炉的菠萝面包，那里面有加奶酥，在下面这一层呢是这个花生酥饼跟芝麻酥饼，左边的黑色的是芝麻，右边的是花生，它袋子、哦、因为泰国没有好的袋子啊，所以有点雾雾的看不太清楚。那最下面这个就是一包一包的牛舌饼。哦，就刚刚吃的那个，对对对对，哦、很好吃，对。谢谢老板，很有才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是缺钱才尽所必。所以呢，想要吃台湾食物的朋友啊，然后或者是想要吃冰的话，都可以参考这家店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啦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点帮助的话，就帮我订阅一下哦，还有按赞，还有分享。那感谢你收看犹太人克里斯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